随着风吹着跑来跑去。今天上个洗手间，啊，怎么真凉快啊！啊，池中间还有鸳鸯哦。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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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连脚那个地方都有毛，你知道好鸡。这是什么鸡啊？一千年的文化教育，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是整个迫切感太强了，所以在新同学的引导之下，大家都往魔老师中学为题，他这个中国文化宣言，中国文化与世界啊，啊，还有就是魔老师的时代感受，每一页都是在讲中学为友，变成整个两岸中国走向的就是西学为友，用西学的体去消化西学为友，啊，原来的中学为体变成挂在那里。是互助的文化面貌，哎，这个是我们要承肯认，我们要互助，好像这样我们就安心了。然后就西学为体，西学为用，就在知识的体，知识的用。那么原来的那个道德的体，有没有发挥几千年那种教养民间呢？让每一个中国人在这个块土地上啊，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氛围啊，这个文化传统里面去成长，这样的一个思考渐渐被遗忘啊。所以我会以中学为用。这个论题来说，在两岸在当代新儒学的分位问题啊，就是把魔老师隐藏预设的中学为体必然开出中学为用，但是在两岸中国走向现代化，大陆改革开放，台湾是快速现代化，在这样的一种进程里面呢，我们忽略了原来的中学为用，而只是忙着去西学的体西学的用，那么这个就是在外面。你是否能够保护住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那么这一点才是整个一百多年来中国人那么多的心力啊，低于知识分子卷入文化混战最重大的原因。啊，我们似乎不觉得西学为用有多大的困难，我们整个用心都在中学为体，你怎么样？向我们这个南方主持人新华里王后转，向我们女方。为了感谢彭总的这个发证啊，希望新疆。
常什么的。就是什么呢哈，父母的恩情啊，我们民政机构做注册的有效证件。为什么呢？您说我执照啊，这会儿吧，新郎新娘有了结婚证，你说吧，有执照了，是不是啊？啊，下面呢，请新郎新娘啊往前。再鞠躬，三鞠躬，好，谢谢，好，哎，在这个传统的这个婚礼上，还有一段就叫什么呢？啊，叫这个千里姻缘一线牵，月下老人两家穿，跑了东家跑西家，忙了这个介绍人一身汗。不过呢，通过昨天和新郎接触了啊，人家新郎新娘是什么呢？从小就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就是人说我呢，新郎你小的时候可能就相中了新娘了，是吧？就是两个人一起就是从上学寻找两个人的幸福。下面如命才能白头偕老，心连心。这就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新郎新娘夫妻对半。这个夫妻对半吧，就是新郎新娘这辈子吧，就是两个人心里啊，也恐怕这一活儿。你在别的地方吧，可能你像日本吧，见了面男女就得行礼。下面的话，有新郎新娘的这个朋友同学上来吧。来，新娘准备好，准备好啊！别说了，结婚在天不大可，从这时候开始了啊！三鞠躬，好热闹。好言好语，大家各自好言。
美是上帝象征的，这样子这个美没有独立性，没有独立性，也不能沟通两性，不能沟通两性，但美有它的独立性，但是它那个独立性是质感叫玄质，是这个叫妙慧。妙慧一方面它是暗合于道家的玄质，有普遍性，但是它又是我们的生命，这个东西啊，面对这个天地万物的时候，它有所感，有所兴趣。但是这种有所感动和兴趣的这个美的东西啊，某些认为是气化多余的光彩，它是人的这个生命的特殊性，面对天地万物而表现出来的多余的光彩。当这种多余的光彩对于我们这个生命是必要的。它所谓的多余的时候，它又不是一个超越的，按理上讲一定要有的永恒的东西，但是它又不是啊纯粹现实的。经验的可有可无的生命的东西，那见闻讲解，它是要玩的。那刚才讲的，你所说的内用外用也是，内用的意思，你要回到你的生命来，你不要把它外用而成为一个普遍的恒定性原则，这样子变成了又把它讲成为普遍的超越的，这个也不对，对吧？那它有它的普遍原则，但是这个普遍原则中呢，它是如吗？这个炉又是这样的，它的这个炉就是按照佛教所讲的波影，但是它又不是波影啊，它又不是波影，是我们现实生命，我们人的才行气生命是有这种标准，它又像道家的这个玄智又是炉，但是它又达不到美丽，所以这个分别说的美是非分别说的美的象征，非分别说的美呢是透过这个道德主体的化掉它自己而表现出来的化境啊来说。这个有普遍性，有永恒性，但是实用主义更平实，更不会出乱子。我倒是利用对实用主义的厚实来稳住他们。我先从杨德安先生的说法做一点简单的回应哈，就是说，杨先生刚刚的一些讲解，就是说我把我现在这一篇东西里头的东西是。所表述的东西当成一个，就是如何既服人口，或者是说不只是服人之口了啊，也能够让人感动，同时又能够让他觉得在理性上有一种安顿。那我想说，在其实我在做的工作是这一个工作，我一点也不挑战说这个智慧本身啊。那这里就我想简单就回到就是这个李教授的说法啊。那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也想讲两句话，就是说我会提出这些东西，除了说我自己学历上的问题我们暂且不谈，那我刚刚特别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有一种存在的压力感，这个压力感也许会导致急切，也许会导致出问题或者是怎么样子啊。那但是这种存在的压力感在某些层面上头逼迫着我必须做一些回应，比如说刚刚因为我这篇文章提到李教授的那个说法，至少在我曾经仔细考虑过李教授的说法，也许我考虑不清楚啊，就是没有想清楚，也许说不定这样的一个因缘就会促使李教授再写一篇煌煌巨著，然后让我好好的把这个问题搞懂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是非常感谢的哈。但是我想就是说，这个情形就有点类似于我自己常做这样的一个解读，就像王门的左派与右派彼此之间的这种论难的过程。如果把它看成这样的一个论难的过程，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像比如说聂双江对于这个对于杨明觉做出了。